才可以解救这名可怜的观众朋友。这一场的激战当中，到底谁会获胜？我们的恐怖军团说，还要誓言杀光全人类，让人类统统灭亡。到底我们的圣殿骑士是否能成功的解救人类的世界？还是我们恐怖军团会霸占整个世界呢？哎呀，怎么样？我的圣殿骑士受了重重的一伤，能否再度站起？圣殿骑士，拯救人类的世界就到你了。背水一战，终于我们恐怖军团倒闭了。可怜的观众朋友能够成功的被解救出来，请所有的观众朋友用最热情的掌声给护着胜利的一刻掌声鼓励。可怜的观众朋友，没事吧？所有在场的圣殿骑士，人类的希望以及文明就交给各位来战争了。好，那么在此呢，先谢谢我们的圣殿骑士。